来，我们看见冒险片，他偷回，他亏吃呀。Oh no！ 一只调皮的柯基趁主人不在身旁时，从敞开的驾驶座车门溜进去。没想到他进入车内后，已四处碰到操控装置，车子竟意外地慢慢向前行驶。主人见没有驾驶的车子正在移动，立刻上前拉上手刹车。开门时竟惊见自己的柯基在车内鬼鬼祟祟，让他恍然大悟是柯基在捣蛋，瞬间哭笑不得。好来，我们看见冒险片，他偷回，他亏吃呀。六六搞打完还宝贝相信了，那个在。我都在搞空间了。嗯。那，阿四啊。要回家。嗯。宝贝。